彰化南窑公甲成年笨港进香活动，20日上午举行至天台祭典与树头旗等仪式，旗杆全长约达8公尺，号称全台最长的进香头旗旗杆，在法师带领下，由市公所主任秘书许静佳代表进香主委林世贤市长协同进香大总理白鸿森、盛三妈、新三妈、老六会暨其他妈会等执事人员禀告上苍，祈求庇佑进香过程平安圆满。今天上午十点，我们在南窑宫举办我们至天台的仪式啊，哈，那祈求妈祖哈保佑我们这次啊，我们的南窑宫前往笨港进香8天7夜的活动呢，可以圆满顺利平安哈。啊，希望讲这个呢，咱对3月24日甲3月31日的笨港进香活动呢，邀请大家来参加。啊，今年较特别是三妈拉的一个聊天活动吼，所以咱对3月24日起驾之后吼，啊，咱就来到3月29日吼，来到咱赤桐的广兴宫吼，来做疗溪吼，啊，来横渡浊水溪，啊，来做一个整个进香活动。啊，今年的主题吼，是我们的进行吼，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来走我们浊水溪吼，来亲近我们的心灵啦吼，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了吼。啊，我再说一次我们的。8天7夜活动是从3月24日到3月31日，那我们3月24日是7点起驾典礼哦，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那因为咱今年是三妈啦的一个了解活动哦，啊，咱来照咱3年前的了解活动盛世来看吼，啊，咱来来个那个讲了解当天吼，拢有要破万人来参加啦吼，所以咱今年嘛是有特别去准备一挂停车场啊，让大家来方便停车啊来。大家同齐来对吼，赤桐家来同齐过来这边聊天吼，啊，所以我相信人数应该是历年来上侪一届啦吼，所以只大家邀请大家来一同来参与吼，啊，多谢大家，谢谢。以中华南庙宫吼，就是这个大新年本港进香的活动吼，啊，将伫要伫咱这个新历3月二十吼，就是这个礼拜日早时8点要来起驾吼，啊，咱遵照鼓励吼，今仔日早起吼，先来进行这个祭天台。吼，啊，要插头旗的这个仪式啦，吼。那么伫今仔日祭天台啊，头旗啊完成了后，过来就是3天的时间，3天后吼，啊，咱再进行这个射天台，射天台了后，就要收旗，吼，啊，收旗，和咱团队咱的头乡、二乡、三乡啊，再顶头再右江庙，吼，啊，过来就是3月21日啊，就要来啊举办这个起驾典礼，啊，就拢准来出门，吼，啊，来往这个南部来。新港、本港、啊、北港来进行啦。嗯，好，谢谢。三位，伊是新港文艺活动，伊是今日天台来徛刘世贤，进入台中的白鸿松代表，我马会。成功。啊，咱总是往地方向正向前，变变动变摆的几个摆。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